鹏哥，你跟他和好了？没有啊。那他抱着你干嘛？你怎么看到的？管我怎么看到的？那是友谊的拥抱。当我三岁小孩啊。队长，那你来干嘛呀？不是说了吗？买糖去了。我怎么觉得你是来搞事情的？什么搞什么事情？你凭什么这么说？少女的第六感。你这种迟钝的像大象的人，还会有第六感？那你把你钱包拿出来看看。看什么看？谁给你的勇气啊？梁静茹。幼稚。哎，怎么是你俩一起回来的？矮子，你家杨神呢？和好了吗？还是你拒绝了杨神，顺便和我哥在一起了？碰巧遇到好吗？简阳走了，和好个鬼！还有和你哥在一起，哼，我还想再多活几年，所以我坚决不和电竞选手谈恋爱。女孩子就不能温柔一点儿？不能。你这战绩也是没谁了。等等，陆月，你个王八蛋，你别糟蹋我的号啊！哎，是你拜托我替你打的，我没让你打成这个样子，这样怎么翻盘啊？我打得很好啊，马上就要起飞了，好吗？不可能，吵死了！哎，你买的糖怎么不吃啊？突然不想吃了。他本来就不是去买糖，你看，这里面还有很多，是吧？怎么，我在基地待久了，想出去散步不行？呼吸新鲜空气有利于缓解病情。我信了。咱们队今年目标是总冠军，拒绝早恋，拒绝痛敌叛国。行吧。出去吃个饭，竟然撞见了简阳家族 CJ 第二这么精彩的电竞白蛇传续集，比给你。金圈养殖场果真是电竞八卦生产基地啊！喂，你跟简阳怎么样了？还能怎么样？就把他从黑名单里拉出来了，然后就让他走了呗。还算你有良心。等等，今天成哥来的事儿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是不是你通风报信的？果然是好姐妹啊，一猜就中。我今天报的这波信，我可是感受到了成哥对你的特别。不存在，那你倒是解释一下，你和成哥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还有他那波迷之床上宣言又是怎么回事？哪怕就是开玩笑，这他……你是不知道啊。现在微博和专组都狠狠地带了一波你们的节奏，现在他又这样，我都跟你说过了，他偶尔会说骚话。那你怎么解释今天他阻止你和简安和好啊？大概是真的不想让我因为恋爱这种事情分心吧。话说我们战队好像也没有谁有女朋友，我隔着屏幕就嗅到了虚伪。你真觉得陆思成这么做只是为了队伍成绩吗？够了啊，姐妹，我们不约。你可别给我洗脑了，我们战队小哥哥谁不是女粉一大堆，成哥更是，要一车一车拉才拉得完吧。而且他人又长得帅，家境又好，如果喜欢我的话，可能是被我吓唬了。你真的挺好的，你干嘛这么自卑啊？我怎么觉得你这么一本正经的安慰我，我更想把你拉黑啊。本女王这么身高貌美气质佳，你竟然要拉黑本女王？那也不妨碍阿毛他爹是个智障。说的对，那就当做我这辈子做好事积攒人品了。下辈子要是我老公能够帅过年轻时候的小李子，都是我这辈子积攒的福气。好了，先不说了，我有点困了。好，晚安。晚安。
你真觉得陆思成这么做只是为了队伍成绩吗？傻子都看得出来陆思成喜欢童瑶吧？不会真的有人看不出来吧？不会吧，不会吧。童瑶也配不上陆思成吧？说啥呢？